投手投出挥棒界外球一颗，桃园市原住民族运动会市长杯全国慢速垒球赛，全国十四支队伍齐聚切磋球技之余，甚至有毕了业职业球队退役后的学长学弟以球会友开启了同学会。像以前都有高中同学啊、学长学弟啊，所以借由这个比赛，然后跟自己的老同学还有学弟来聚会，我觉得不错了。因为毕竟我们手痒嘛，就是小哥打过，通常都没碰球，真的会浑身不对劲。有退役的球员来参加这次比赛，所以不敢说拿第一或什么的，那就是希望能够有好的表现，不要受伤的。对啊，当然有达到我们目标，那是最好的，快乐是第一了。哎呀！完美敲出二垒方向安打，桃园市原民局长陈自林为赛事开球，期盼抛砖引玉，让更多运动员能够展现自我。当然，一年一度的这个锦标赛哦，是我们桃园哦这个最热闹的一年哦。当然，现在在桃园我们用了不同的一个平台，让我们的族人都有一个展现的一个平台哦。为期两天的慢速垒球赛，全国上百位球员齐聚在球场上挥洒汗水，也让桃园这个体育大县吹起了更青春的运动风气。民生新闻改造马耀、曲家荣、桃园中立采访报道。